要是他的 part 反而吸引到我，因为他是 dog friendly 的 part， 他的 layout 其实是蛮好的。然后有一个像新加坡没有门对门啊，当你来到 Sea Scary 的时候，你喜欢到那个整个环境，其实对我来讲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啊。你们是算是一个从 A to Z 的 follow up， 这个东西是我们 as in like normal buyer 需要的一个 service 啊。欢迎回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 啦，我是 Jaden。这边呢，我邀请我一个 VVIP 啦 ，OK， 还有叫 Clarin， 刚刚签到这个地铁啊，签一房子就在这个 Central Park 的曼莎这边啦。所以其实 Clarin 就想问一下，相信也是有看过蛮多 project， 到最后是什么原因过火这个地铁吧嘞？Basically 就是他的那个 part 啦，他主要是他的 part 反而吸引到我，因为他是 dog friendly 的 part， 然后再加上看了那个 layout， 他的 layout 其实是蛮好的，他的 design、有 privacy 有 privacy， 然后有一个像是讲说没有门对门啊，他的 design 倒蛮不错，所以我觉得 overall 的话来讲，蛮适合我。我跟我的狗还有我的家人的一起住的地方啊。这样我现在那个 park 也是它是像 Desert Park City 这样子的 feeling 嘛。这样其实 out of so many 现在这样多这个property agent， 到最后觉得我的 so far 的 service a lot 那些人觉得 OK 吗？你要讲 out 十个星要给多少个星啊？对，十个给十个。十个啊，根据的。因为basically 你是会先去了解我们到底需要到什么，然后你会解释到为什么这 property 适合我们，然后你会 try to like everything from the loan 啊，然后借 loan 啊，然后再安排我们过后要怎样 process 那些、其实都是很好的 flow， 好吧？都很顺啊，对，都很顺啊，就是这样。所以是拿十个星，十分了。因为你刚刚签完你的这个语音嘛，其实就可以 share 给观众一下，你有什么感觉可以 share 给大家？因为很多其实他们买他们的第一间、第二间，甚至第三间，有些都比较怕。其实没有什么感想哎，因为对我来讲，我是 for own sale 的，我不是 for investment 的，所以对我来说，那个 property 怎样适合到自己，其实有很多因素，就是看你的那个 location 哦，然后你的 affordability 咯。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当你来到 Sea Scary 的时候，你喜欢到那个整个环境，其实我对我来讲是很重要，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啊。对对对。然后你讲说要有什么 advice 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就是跟回自己感觉啦。你要懂你自己，你想要怎样的一个环境，你要住在哪一个的地点，然后它的整个 environment facility 那一些东西，其实你要了解你自己需要到什么，对 对， 对。然后你再去找了，因为现在太多 project 了，其实。对，真的是。对，所以你需要到一些好像像你们这样子比较 professional 的，然后你们会给我们 suggestion， 因为当我们这一些不是 investor 的话来讲说，其实我们有点担心说我是不是选错 project 啊，或者是我买错东西啊，或者是这个 project 会不会到头来糟烂还是什么这样子。对对对。所以这一些东西其实是你们的 professionalism 其实有帮助到我们很多啦。就是给我们比较安心的，可以相信这个 project 其实是我买到的是一个好的 project， 好的地点。最重要是整个 project。我相信对你来讲也是一个完成了，算是一个里程碑了。这样到最后哦，其实 for 我们整个service 啊，如果真的是你有朋友或亲戚要找保地，你会 recommend 我们的 service？ 哦， definitely。 OK， 你们是算是一个从 A to Z 的 follow up 的整个过程，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 as in like normal buyer 需要的一个 service 啊，不然不会是买了就跑掉了。对OK 啊，so。这个 Testimonial 学生到这边了，所以我们希望下个星期见到你啦。OK， thank you， 拜拜。